我真的发现这几年中国人越来越喜欢钓鱼了，不管是去到南方还是北方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总有那么多人在钓鱼。比如说我家旁边的这个公园，这里有一个湖，不管我早上、下午还是晚上来到这里，总有那么多人在钓鱼，也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，反正他们总是在这里。有时候。太阳太大了，或者下雨下得太大了，他们还撑着伞。有老人，有年轻人，有男人，也有女人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。你们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的政府在公园里写的一个禁止钓鱼的一个广告，好像看起来没有用，现在钓鱼的人还是那么多。